呢，更是两岸一家亲的最好的见证。那这一次非常多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从昆山一路陪着呢昆山的妈祖，回到娘家来祭拜祖庙，更是代表了新旧传承、开枝散叶非常好的意涵。非常希望借助啊妈祖信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，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，让大家人心更契合、更和平、更温暖。